要吃什么果冻哦？啊，不要讲个果冻。来，卖伤济人，要拜托卖伤济人，一挂人好不好？好。这档的煮汤炒拢会当，水洗洗落啊，二十块落紧嘞，下手较紧嘞，二十落啊。两个。几个？卖伤济，卖伤济，几个落啊？吼。二十块落啊。三个。来四个。来五个。二十块落啊，安尼落啊，安尼落啊。我收五个啦。六个啊。两个啊。七个啊。七个。我收五个。来算二头多少目标？拢我二十个啊。二十。叫我讲无落啊。来，有人要食这个，叫人计看。一个叫人计看。伊这叫月亮花枝虾饼啊！伊这内底拢两片嘞，内底拢有解加一包泰式酸辣酱，内底有虾啊甲飞机。这简单来讲，就是平底锅香面，你搞煎落吃吃，一家你会调。啊，这一包鸡啊五，加鸡啊五啊济。五百。来，要食月亮花枝虾饼，免五百，四百拢免。来，先加钱来，两百块我落。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落月亮花枝虾饼，满满虾啊，满满飞机啊，来，你今仔摕两百块，人加一包，一包搁一包。一包吃我的，一包吃我的。来，月亮花枝虾饼，我冒一箱起来。后边无啊。来，大了姐，先给钱，最后一箱啊。来，一包给你啊，吃哦，吃哦。三个啊。最后一个。两百块。来三个啊。没有了。来，收两个。啊不，收。等下后边了，拢免无。来，我收我的。来，提钱耶。我带收啊。啊不，大收先来，好不？大收先来，好不？我收钱，大收先来。来，几千块钱啊？几千块？八百零九。你即开始会当起来，啊，弄台仔起来坐。台仔，台仔像伊，即阵仔用台仔拢感觉袂错。用台仔。来，有人要食这无？这间公司是传统性最切上多的。无人有在着，我阿你讲比这间较大间的。啊，来。迄官家的蒜，大屏幕，然后你讲个边蒜，菜价一斤300就坐。这道你要煎要吹拢会动，这餐厅一碟豆沙280。你也白加，你也白话者，唔免互你开块啦嘛。要食蒜泥的，这大人囡仔拢爱食啊。来500上面食500，我再搁送你500。来食，再搁你500。这只要来甲我买，固定的拢买固定的啦，拢未走线面，好袂？来坐啊！咱这蒜泥袂求水啊，你莫乌白买啊。你要食蒜泥，等你后壁搁3箱的嘛。来，我来讲，我这条够你两个人加500了，来500了，今天吹个真热啊，500了，几个你几个？阿叔，你几个？我两个。哇，安尼卖你一袋百几块，你就买袂着啦。来啊，这袋够你啦，500，够要食蒜泥无？大蒜啦，切甲真拢好食。两个啊。来，500够要啊无？鳕鱼，大片的蒜泥，拢有啊吗？恁家够有小家庭，你食袂完嘞？想要买啊，只会通去试食啊，300咯。够有小家庭的300，300够有小家庭的。阿叔，300。我吃白条，叫我干么？我萝卜糕做一个来，300个有要来无？300个有要吃无？啊！来，台下去做。来，听我边啊！来，我今仔介绍这上好吃的。这啥物物件唔免介绍，只顶碗拢有啥？海鲜排，这等下真正的就好。这下外口铁板，铁板你知啊？铁板啊，三块煎了百二啊。番茄酱、胡椒粉加加落啊。这海鲜排这种鱼酒落去做，等下真正的做好吃啊。这六地公鱼也是，我唔免让你开鱼也是，唔免让你开200。我这地块三只七地，300500免啊来，我要加一条哩，加两地，加三地，麻烦油一点点啊，上面煎落去啊，上先加钱的先来，才10地哦，100落。来花枝海鲜排100。来个人要食花枝海鲜排，这足香的啊，真正的做好吃啊，到厨师按盘落来当。四地、五地、六地、七地、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100个人要食花枝海鲜排哦。我搁卖一个人家好无？我昨天要物件卖一个啦。三妹。是啊。一盘够你10咯，你有10无？无人买我生气啊，所以要卖你10啦。哎呀，一个人家买艰苦啊，艰苦所以要卖你10。来，有人要食萝卜糕再来面来做咯。这纯水塘的工厂做错，这等下真正的就好啊，300-500面啊，一包搁送你，先加钱的150咯，阿妈给你用。两个。150咯，萝卜糕加纯水塘，150后边搁加。三个。150。你边个好吃？150。萝卜糕真正好吃啊。四个。有啊。150搁有人要吃无？最后一瓶一个人加买，我拢无啊，帅哥给你，真的没有了，一箱全部卖。这萝卜糕非常好吃，姐姐的包括。来呀，来提钱。来，来提钱。
来，来250只。来到咱要食热狗，这热狗啊，发胖做的，这一包50条，唔免300，唔免几啊个。你前看卖，食看卖，100了。来，上面食热狗，100块就好。有人要食发胖的热狗？啊，100个人要食热狗无？100块。捞啊贵，唔免捞啊，100最后100上面啊。来，这个物件若好食歹食，你唔好问我，慢慢问我人品。头前100公斤，左手边一搭阿姨，然后60、70岁，伫遐咧卖槟榔啊，伫遐也是个男的，你啊问，逐礼拜拢来搞卖钱。伊拢真正做大档，伊拢会加一粒卵啊。这叫手工创作饼，一包八块，300-500元，一瓶三个人加买一包，你搞试吃看嘛，手工的哦，100了。来100个做一只，100块。手工的创作饼，这要求好吃，最后两个拢无啊，100块。你问个阿姨，我话创作饼好吃，你莫问我。最后两个100要爱无？来，收着。来，咱来吃这个。这个物件叫泰式柠檬的鸡腿，泰式柠檬的鸡腿，这两个真正的做好吃啊，值得注意哦。这鸡腿，刚好啊，现场买搞买过这个鸡腿无？泰式柠檬的鸡腿，这拢无贵的，你若为内底抢着一个骨头，我钱拢给你。300-500元要吃鸡腿来200块了，2只鸡腿、3只鸡腿、4只鸡腿来这5只哦，卖让你开300，开一万免来200上面吃鸡腿也200块，有人要吃鸡腿也无200块，你搞买200，我自己搁送你，买200送2只，买200这3只拢我你一个人给200上面吃。好，请用啊。来，搁人要吃泰式柠檬鸡腿无？200块，一只骨头拢无当，然后打针，一届你会掉水，后礼拜你又搁来，200块尔，来200块。搁人要吃鸡腿的无？还是有你收的。过来，我要花的物件拢真俗，真好食。即马全世界来讲哦，要找到俗阁好食的物件，并无足济。这就是其中之一。有人知道这啥物无？你若约会到的人，佮这只虾仔送你。外口佮有人你送虾仔，啊，咱就要送你啊。来，这个先讲的，乌三的这只虾仔送你。包过，反正皮等于啥啥，这物件要乌啊完啦。你妈死气唔够，还要送人，够无啊？够嫌咱臭，皮等于啥啥的啦，我恁孙阿姐啦。这个面，要死个干净啦。你妈看过安尼无？送人讲退点来，用退回意思，唔是歹事，要送伊搞退回哦。这个物件叫乌啊完，无唔对。伊这内底两包咸鸭卵，这等于真真正正的，这袂当煮汤。这个好，一盒十二粒，怎样拢爱百二啊？一粒算10块，12粒爱百二啊，百二偌济？这两包乌啊丸，卖讲24粒，互你开机也是。我全部就4个，全部5个，六个人客。这两包24粒，卖互你开机也是。先加一个来200，上面就芋头丸。这个有咸鸭卵，然后再食来咸甜咸甜做点心。来，上先加钱，我加一盒送你。36粒，全部4个加钱，200了，来200块。阿哥，这敢无？差嘞哦，我搁招一个人加客钱，你莫搁考虑啊，只要顾虑。一个人加4盒，48粒哦，200了啊，一粒几块你家送，唔免啦，200块人要食芋头丸嘞，这香够好食，你真正的做好食，我袂解好笑。有人要搁食无？200块，拢有啊吼。第一，你若唔捌买过，人家叫你开200，讲我家己。你若去别家食物件，我唔捌食过，叫我开200，我家己讲真的，我无我良心讲，我嘛开袂落。我有大家试食好吗？互大家试食好吗？一人你先买2盒。24粒，只要12粒，2盒24粒，试吃看嘛，100了。来，没有买过的你先试试看看，100块。100块，试吃连刚刚200、300买100了。100块，够人要吃无？拢有啊吗？谢谢。来，我来介绍这，这条叫烟肠。这大条，这等于2种料理啊，无第三种啊，第一较鲜较甜尔。然后麻烦切了薄薄啊，粗粗啊嘞，加一个起刀，插一个一块烟肠，插一块薄片的啥，你知无？蒜片，一嘴只啊，你嚼的。这猪肚咱一条食到煞130，130加130偌济？我烟肠无啥物味觉，香啊，搁咸咸啊，这配饭足好食啊。好来，我讲真的，我是袂去卖这个人啊，啊，我甲食了这无卖袂使，真正好食，香啊，啊，搁咸咸啊，足好配饭的啊。这两条讲啊，鱼啊啦，我唔免啦。一个人拢卖甲我买，一拢甲我买一碗汤去试食，看我烟肠好食无？全部金龙35，六个人加搞买，上先给钱的先苗，100了，来100块了，烟肠100块，来100块就好了，100块，你试一下看吗？这大条这一条，我带你买袂到。
哦，来一百了。来三个呀。最后一个一百无，还强搁开起。我带到你遐等我一下。啊，伊强拢无啊，最后一个一百块送要吃无？最后一个一百送要吃，最好吃哦。有人要来无？剩这两条一包，卖搁留啊，搁有人要吃哦。来五包。有啊，谢谢，卖啰嗦，咱收了。那你家迄、那个阿嫂，你家迄个客件，杏鲍菇也客件。来，这间公司你知无？伫绿草啊，有够大间啊，大成、大成啊。这专门你交早顿啦，你早顿来食着拢这样啦。对。这鸡肉落去做哟，伊这叫大成鸡堡这。我去早顿食食过香鸡蛋堡、香鸡蛋吐司无？爱食免三百几啊，我来先客钱哦，我你欢喜者一百了。我三块、一百、四块、一百、五块、六块、七块，一个人加买一百，上面一个香鸡堡，一百块了，真正咧足香啊！一百有人要来无？香鸡堡一百有人要吃来无？一百，无人要来啊！七块块哩，七块块哩，七块块，这十块一个人加买一百，上面一个香鸡堡，一百块了，好吃哦！一百个人要吃香鸡堡无？一百，阿高小姐，